虐不了 Gen 还虐不了 RNG 吗？ BLG 首秀重拳出击，极致虐菜 Happy Game RNG 被折磨麻了，全程痛苦面具，千万别让 BLG 觉得你很菜。哎， RNG 的小朋友那几个被干掉了吗？就是那几个网红类被干掉了吗？就什么 Lightning 吗？那个差不多呀，玩够了呀，差不多得了，这些都反猫龙教练，我操，带队他妈的，反正问是 没问题的，然后带队历史最差成绩，就玩抖音去了。哦，以抢代班，对哦，真对。选泰坦，哎 ，ID 确实一抢再搬一下，尊重一下。上一把前三搬泰坦，这一把一抢泰坦，摆明了不让你玩的。哇操，幻风的第二个板斧，塞纳啊，这必须要选。幻风你会不会也得选？不然黑枪加泰坦顶不住的，主队不选，不选就走。对，主队的这个东西顶不住的。爆弹吗？别装了，维鲁斯吧，还是说练一把 ？Elk 怎么开始玩上炸弹鬼啦？啊，你也干了？哥哥偷玩，你哥哥干的我就偷。笑笑笑稀的在那里，他没有 AD 中路啊，这把有可能青钢影无炸弹人，有可能又裸出青钢影，他们的 BP 好装逼啊，青钢影上路裸出打一切，我操，真打一切啊，你变态啊，不是都这么自信吗？就先出啊， BI 就这么自信啊，不是这种先选青钢影的人好变态，我打三个都是变态，我操，都市传说帮不慌 ZDZ 出英雄了， ZDZ 给我先出，随便出了张鳄鱼，直接鳄鱼去那个飞机，没有自信啊，感觉这里三楼这 不跟出兰博或者武器真没道理，我真没自信，兰博吊虐屌虐青钢影，屌虐大树防一手大树杰斯就笑嘻了Knight 小炮没了，飞机也用不了杰斯啊，只能杰斯了，都妹加永恩是不是很厉害啊，对啊，说说真猪美容吧，永猪永猪永猪，这真永猪了，永猪被结束，哇操，猪妹来了，猪刀了吗，原来是还是猪妹了，不是你把小猪猪当什么，我操，火男吗、哎、这个是 Happy Game， 猪妹是想赢，火男 Happy Game， 哇操，一个比一个狠，这个屌呀，我靠大树，你说还是鳄鱼，鳄鱼啦，鳄鱼剑姬要选一，右边五楼不是塔姆，我把电脑吃了，就鳄鱼啊，别搞自己啦，鳄鱼打青钢影很舒服，弹幕说吃一下是吧宝贝他们根本不懂 BP， 我说实话这个也差不多可以点了、这打团是个废物，鳄鱼这个满满打团是个废物，这英雄打钢影很难不优，一v一很难不优，鳄鱼沉到五楼十楼选还是鳄鱼，哎，点了没了，二比零了，可以叫车了兄弟，这阵容不就结束了 RNG 还好吧，很难打、后期都没人打动泰坦，我感觉不是就打个 IDO 的，那有这么就耍永恩了吧，开始看不起人是吧，我感觉 BLG 已经嗨了，随便玩了，练英雄了，等等想玩啥玩啥了，哥几个主要是 BLG 有点 Happy Game， 他们在开心游戏，现在 BLG 几个兄弟很装逼啊，别让他们别千万不要让 BLG 的人知道你菜，让他们知道了他妈的就上嘴一点，阵容感觉有点那个，有点膨胀了，主队很像打安吉，他选什么都不膨胀，很像想耍一把，耶，这个是个换野不换，很潮的玩法。不是哥们儿，塞纳一级就来上了吗？这什么路子啊？无所谓，我看这什么新玩法？还有这种玩法？这算什么？我想想啊，这个怎么说？小明变成了换线路的上单了，这是干嘛的？换线就另外一种形式的换线，奥恩单下一打二。然后上路塞纳帮鳄鱼对线，但是你这样子的话是分上单经验了，我说实话。对啊，下的绝地了吗，兄弟们？这样反正青钢影是亏的，青钢影这边尬死了，就看青钢影着都着不住了。啊，这感觉这个打法就限制兵哥的发挥，就不让兵哥发育啊。对，看起来还挺有用的。哎，那这招上路要被越了，我说实话。对啊，这有想法，前面训练过的东西这个是。哎，偷偷溜过去了，还可以啊。妈呀，玩的太变态了，好难受。看看能不能越啊，看看能不能把阿兵越了。哎，茂凯来越了呀，不越吗？喂，另一标越中。Q 闪一怎么说？这边小猪猪，小猪猪要死了，小猪猪。小猪猪怎么回事嘛？啊，他们的一批的闪现，什么人啊？这他们怎么这样闪啊？没事，阿兵也干了。阿兵贪吃了，一二 K 救没救到。哇 ，RNG 的小设计还挺有东西的，让青钢也很难受。出去的。但是中路对线出问题了。他闪到一个只有那个位置能知道这个位置。就是唯一一个死法的位置，再闪一个。压力这么大吗？尬住了，兄弟。没办法，右边新人主播刚上来打 Knight， 压力是有点大。小猪猪遭大了，小猪猪。哎，怎么左手攻出海了？第一波回家啊，回然后到时候六级怎么办？没闪现怎么办？
超伟来了呀，超伟真的。小猪猪要飞了，对吧？我把等着把三星叫过来，小猪猪留。上来他妈遇到左手确实有点没的，真有点没。哎，网都到了，没闪的，没闪的，接个 WQE。不是 AB 到处有什么用啊？吹了吹吹跟纸一样。喂，哎呦！哎呀，小陈，他妈远古龙出发了，我操！闪现打不了。左手你笑，直接笑了，笑稀了，现在。那得笑稀了。他都这么开心的，我巨开心。你是人呐、啊？左手，你这闪现是人呐、啊？太黑皮了。确实说实话 BNG 感觉打的游戏打的妈比赛太 happy 了，这个耶、yeah, 小诺要克吊羊有闪有闪吊羊爸死了 OK 死了绝杀人太多了多啊，这把 RNG 真的很有机会，但是不是很想加班啊，兵六了，这几率性这么差吗？鳄鱼送了漂亮，加班不了了。JDJ 也干了 JDJ，下路在转的时候自己要稳一点，真的抓来吧，你就帮你有什么用，搞那么多根本一个人头就 K 回来了，他觉得自己能一打二，但没想到来三个了，他这个心理我应该能猜到，他想到我这么优势日了，那有劲。哎，你喜欢踢下来踢得有点快了，哇有点痛苦啊，这就是 BLG 吗？鸡、你的表情你不对了，还亮了个标，看到那个亮标应该更气了，气！哎呀，气呀 ！JDJ 二十秒死两次啊 ！JDJ 贪念就是贪念。点了吧，真的装，还是回来击杀地下室吧，真的装，来吧，结束。鳄鱼提前二十分钟变成超级兵，心痛，上单玩家看了都要心痛，优势拿句话，小走二十分钟歪路，这上单玩家看了谁不心痛啊，不过BLG确实是太强了，真的装感觉应该压力拉满了吧。说到压力，康宝最近压力也很大，父母总是催着找对象，我就在牵手上面找到了对象。找对象的话就用牵手，不怕提要求，要求越多推荐的人越准。这个踢确实有点不负责了，真有点不负责，死两次没交闪，是怎么样都得有个时机交一下闪吧，不是我说。哇，看右下角，看右下角，皮肤记了脸，对不对？温度上来了，温度不对，这不就来了吗、真别送吧，真的装。现在要死了。这一阵大招差五秒，我是，有闪现吗？不是，会不会有点太简单了？直接走局，他不是有闪吗？你呀，你扣我就闪现，不是蠢到爆炸，很容易就走掉了呀。嗯，有闪必走的，蠢到爆炸，这一阵已经被打慌了。不是，我这把也变游总会了，喜欢脏玩是吧？都别玩，那心态应该崩了吧？我觉得应该不想玩。对，一分半这段时间已经被抓了三次了，别了，很臭了。很臭了，表情很臭了，杨子难受，搞这种心态套餐啊，我日，好变态啊！哎，这个 LK 这个位置啊，机会太大了，终于找机会了。ELK 这边吃了个苏家羊的处罚，打到伤害够了。ELK 吃了一套组合拳，伤害有点伤害，没伤害了，一个伤害都锁住了，是天使救命！哎呀，被虚拿到一个 double 以后，塔下还勾到一个幻风，幻风交闪躲去，哎呦，真的。技能全中爆弹都拿不下，不是我也很难受，全球手持大招，然后一点伤害都没有。这 AP 大树到底是来干嘛的？这个玩法，不知道。上当，游戏结束2-0了。不是，你再看一下经济，兄弟，奥恩的经济跟泰坦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领先0.1，绝了，兄弟。单补的120刀，经济是一样的。奥恩这把发育了10分钟，游戏就结束了。15分钟落后8000吗？我看一下啊，对，差不多。是的，直接给大招炸，飞机被秒了。小猪猪了，小猪猪要被烫死了。我也倒了，但烫死小猪猪了。这边没到后了，杀火蓝，火蓝是个大人头，火蓝。熏的位置不好走了。兵哥 Night 来了，怎么说？这波要收割了。能打。哎，一闪是不是失误了？没事，踹到鳄鱼身上了，还是能杀。被送了吗，兵？阿贝送了，朱德章这波是不是可以发挥啊？羊叫谁 ？Elk 打不死了，别去了，打不死了，快走啊！带鳄鱼闪现咬，还在？怎么咬谁呢，哥们儿？啊？放泥鳅？欢乐大鳄鱼啊，恶霸，像那种无头苍蝇，就红烧泥鳅。我操，真的是把看的就痛苦。兄弟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，真生气，这就是玩生气了呀。对啊，这个。不可能的，你知道 JDJ 如果现在是打直播不是打比赛，然后现在打成这样有点红，来了一句妈的对面为什么一直抓我，弹幕必有那么一句你好抓呀，
然后就红了。哎，你看又死了，又死了，对。哎，难受。JDJ 啊，你这把好晕，玩的好惨了这把。鳄鱼无敌，一直都是满路。弹幕全是喷子，没一点正面的，打得不好，被喷很正常。看比赛都是，能喷不会放过。是这样的，朱德章只要死就可以了，而弹幕想的就要很多了。死就可以了。虽然我很不想笑，但是看到朱德章那个表情，真的有点难喷了。闪现咬受不了了，哎呀，生气了。那输出呢？对面去呢？没有对面去了。生气了。在冥界闪现撞，每个人都在玩生气。收资了，不想玩了。其实 JDJ 那个机会找的可以，只是逆风太大了。他们不一波就回家，我就不一波，再刷不输。对，我就回家，我没状态了。等我啊，这要纯折磨啊！对，折磨狙击，真玩不了了这一把。放排位里早点了，比赛还不能投降。最后的血象，这波闪现咬。他们想开这个开火蓝吧？五打三组能打过吧，兄弟们？这可以吧？啊，哎，死了呀，喂！五打三，一个没杀，直接死。杀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杀了一个。哎呀，火男！哎呀，老哥，这火男，生化危机了！太狗巴痛了，这火男。这把这个 BP 也不配，说实话。别说了，鳄鱼一杠七，就怪鳄鱼吧。你看 RNG 这几个的表情，你看都已经这样子了，已经折磨啊！是的，是的。哎，揣进来了，是这样玩吗？啊，想送，但是左手这个位置，我刀送一个，被秒送。送了这个位置，这样玩吗？就推了吧，哥们。啊，真的，我求你们。你折磨观众是吧？你要拖到绕后了。推了吧，我求你们了。再玩一下，不想抬脚下班。妖姬当排位打了。欧文狂笑，欧文左手狂笑，都在笑，会都在笑。有点笑惨了，你看奈特笑就没停过。啊，不要笑啊！啊，不是五个人一起推，不是推掉了吗？好折磨呀！哪王大龙争一波吧，我求你们了！不，这个游戏左边这个阵容领先一万二，哪王大龙？妈呀，你说一波不了，还推了个两路，妈呀，我妈都不信！继续等兵线，这三路折磨，这三路还能玩吗？这波真的一波了吧？等三路兵线继续啊！开一波吧，加药没了。收波值吧 ，Let's go， 拼一波，打输吧，奥文大撞起来，以后公墓道远到老二去了，卡米尔，那没办法，阿斌上了，阿斌突然给机会上了，送了，但是优势真的够大，优势，我去闪现狗不够高了，闪现，但是有中亚，飞机拼了，可以开，接，不用接，啊，打不过炸弹人单挑，只能说阿斌是急性子，阿斌，哎呦，翻风倒了，没了 ，GG， 球员十杠一杠十一，结束折磨。小虐一把，这他妈人站在温泉外面杀的也叫虐拳，你他妈的鳄鱼在那飞机在那一直搞来搞去，我不杀你吗？飞机就冲到脸上给我打了，跟矮那个不相干的，那是两码事，两码事。这把真的装打完绝对要来情绪啊，这把要开庭下去只问队友两句话，人这样玩我玩什么？把我必须打上路上位上不赢了吗？这把，哎，背锅威真的装。是人我吃，不知道是不是连着两把屁股多位啊？上面的蝎子真是。是人我吃，是人我吃，真的，他是人我吃。BDG 确实还是太猛，没办法，想赢 BDG 感觉是在做梦，但是梦得做一下。我就等着哥哥逮捕一大天，只要赢一把，全部清算。我等着那一天。很喜欢 Icon 的一句话，千万别让 BLG 知道你很菜，知道了就要上嘴脸了。这把 BLG 就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但不得不说 BLG 确实强，在 LPL 就是有统治力。希望全局 BP 的出现能让 BLG 多练点东西，这样在世界赛上才可以游刃有余，加油吧。最后多视角的激情解说，大伙喜欢这种剪辑方式，点个赞支持一下呀，关注我可日常收看哦。